我们蛮 lucky 的，今天还天气没有想象的。对啊，还有一点蓝的。安心吗？怎么啦？你好好开车啊！你这个 driver。他要往我这边走。哦。你要站起来。站起来。哎，牛哎！好哎，牛哎！牛哎！那边也有吗？这没有。有 pumpkin， 哎，你再关好。哎，你要讲解一下吗？来，我拍给你拍。这是我们路过的 forest resort。好敷衍啊！怎么能这么敷衍呢、啊、，YouTuber？我们在这。我们到他走，他就是走这条吧。哦，sweet girl. Give a look, come on. Oh, sorry. Okay, guys.好好，这应该就是 Top Bridge 了，因为这个就叫做 Top Bridge Community Park。我觉得这个之前应该是都是水，只是因为现在，不然他为什么 build 了一个这么高的 bridge？好漂亮哦！